又到了中间这个两针啊，就是两针的不加不减的短针勾完，记号扣的这个位置再勾一个短针。好，先把这个记号扣取下，不需要做记号。这一个勾完了之后，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加针。短针加针的这个地方先停一下，把线拉长，把记号扣取下，勾到这个短针加针的这个第一针上面。我们就做记号，这个地方就是看好了，这个地方是短针加针，在下一行勾的时候会方便找到这个位置。这一个短针加针完成，下面再勾一个短针，下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加针。这一个短针加针完成，下面要勾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个，下一个针目再勾一个短针。这个完成，这两个短针完成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再勾一个短针加针，再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下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加针。勾完了之后，然后跟对面是对称的，勾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。这个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里面包含了中间固定不变的这个两个短针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线稍微拉长，先把记号扣取下，取下，然后把记号扣扣到这个短针加针的这个后面一针的这个针目里面。钩针穿进，下面勾四个啊，这个短针加针完成之后。后面勾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每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四针完成了之后，后面要勾，连着勾一个短针加针，短针加针完成，后面勾一个短针。再勾一个短针加针，短针加针完成，后面勾一个短针，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再勾一个，再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最后剩下一针，勾一个短针加针。好，到最后一针。一个针目勾完了之后，我们第四圈就勾完，然后再进行跟第一针的这个针目里面进行引拔。